智慧树上智慧果，智慧树下你和我，智慧树前做游戏，欢乐多又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回家吃饭。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红火锅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。大家可能觉得纳闷，哎，我们今天怎么来到回家吃饭？火锅泡泡来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去找这个特别好看的盘子。哇，太棒了！这是红果果，拿着，这是绿泡泡，好嘞，拿着，咱今天就可以用上它啊。嗯，现在呀，小朋友们都放假了，是不是在家里过寒假？那怎么办呢？除了写作业，还要看果果和泡泡啊给大家做好吃的。是是是，没问题。要不我先展示一个我们今天准备好的一个小甜点，怎么样？叫面包推推乐。哎，为什么叫推推乐？怎么推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。嗯，哎呦，这特别像医院打针的注射器。好，我们在面包片的这个位置给它压一下。嗯啊，为什么不在中间压呢？这样我们可以压出四个，然后呢抹一层奶油。爱吃奶油的呢可以多抹一点。嗯，抹多好吃。先给它切成片，最好选一些颜色鲜艳的水果。嗯，可以把草莓放进去，是不是挺好看的？哦，然后蓝莓放上去，这是一层，然后呢，直接就盖住。慢一点。好了，小朋友也可以放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。好，好。其实如果放进冰箱里冷藏一下会更好。真好看啊，我都想收藏了。是吗？不舍得吃。我也觉得我舍不得吃，要不你吃了吧。真的。评价一下吧，替小朋友们评价一下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那我得先尝一下吧。你尝一下。好，多好看，多好看，是不是？哇，来，赶快再给一个赠品啊。好不好看？都是新鲜的，怎么样？实不相瞒，嗯，确实很好吃。真的吗？我这个人，我跟你讲啊，做饭是不行的，但是吃，反正我就成了一个吃货了。来来，继续吃。我们都咽咽口水吧，我们都咽咽口水吧。小朋友，要不你们也尝一尝。你要气死摄像哥哥。嗯，非常棒。你俩在家平常谁做呀？那必须是我来洗碗呢。我做过的最大的一道菜是什么吗？什么？煮鸡蛋。那叫大菜。对呀、啊。你就只会做推推乐是吧？不，其实我会做的挺多的。你会做啥呀？多的。您考考我都行。炒土豆丝儿是先放油还是先放盐？那肯定是先放油吧。放完油之后放什么？蒜呐、辣椒先爆香。一个杭州姑娘也要吃炝炒的土豆丝吗？啊，主要是这个我要解释，这个是我的最爱。小艾姐，您知道吗？她有一个外号叫土豆王子。大家公认的土豆王子。火锅，你先离开一会儿。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叫什么呀？我从小有个名字叫土豆妹。哎呦。为什么？火锅再见吧。你都喜欢吃土豆是吗？因为我老家凉山那个地方的主食就是土豆。啊、哦。切成丝儿，切成块，切成片，切成条，怎么都好吃。其实我也很爱吃，我特别爱吃薯条。他知道，我看果果在旁边一站吧，都急了，快吃薯条，我爱吃薯条。他特别喜欢吃土豆吧？为了他吧，我唯一练的最好的一道菜就是炒土豆丝。哦，是吗？比推推乐还好吗？绝对比推推乐好。开始吧。压力大了。那我还能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吗？啊，你是？我是藕片公主。今天这个厨房比较热闹啊，一堆食材，然后还来了三个活食材啊。对对对，还得运气，压力好大。这个切成片对吧？好，我还是有经验的。你切这个土豆丝呢，我觉得比咱的一个同事啊，是叫比蓝永淳切的好，是吧？切的是土豆罐儿。哦，行啊，我切的还可以吧？完全可以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是藕片公主。藕片公主。藕呢，不用太多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切菜基本上都是对劈开，然后就开始砍。对。葱啊，不用那么多。像你们这样的金童玉女也吃那个葱蘸酱吗？我的最爱呀。
我的这个岳母啊，经常说，哎呦，这个我们家苏苏啊，没有想到的哦，这个葱姜蒜多吃哦，这我们在家里从来不进厨房的这些东西啊，都在吃了。我妈妈不爱吃蒜，不是不爱吃，是不吃蒜，不吃葱姜蒜是没有，连花椒都没有。哎，但是后来我到了北京之后，特别爱吃大葱蘸酱，太销魂了。一般我遇到美食，我都会用“销魂”二字来形容。销魂二字，哎，你知道我用哪个词吗？绵缠。哎呀，这个意境。对。这，我说可能得罪人，看人家美食节目的主持人，他老说。这个主持人不行，他说这个菜呀，你要让大家还是就吃完，他不得试吃吗？就得，然后再开始，你看他老在家给我表演那个。等一会儿，这个土豆丝炒好了之后，你来演一下。对，看好多美食节目，那主持人吃完吧，特别淡定，这个特别好吃。或者他就是特别招牌性的啊。我觉得他这样怎么能吸引怎么能吸引观众呢？这应该怎么样啊？当然了，对，一会儿这样。哎，不，没有食物我表现不出来。一会儿这个菜必须要有食物啊！好，这道菜做完之后，我现在很期待的不是土豆王子和藕片公主，我期待的是藕片公主怎么吃。完了，我这淑女形象全没了，姐姐。开始吧，开始。我给你点火啊！好。我呢会放一点花椒放进去。哦，太多了。然后有没有空碗？空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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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可以。然后呢，我再给它挑出来。一个人做饭多少人打打下手？没有。可以，一手薅蒜，一手放辣椒，差不多了。火要小一点，火要小一点。好，大蒜焦了，来，要什么？把水控干。完了。把水控干。对，快。完了，先关火，来了。这个大蒜糊一点啊，也挺好吃的。是，我给它推到边上。行吗？哦，对，先放藕丝。香不香？香不香？来。然后呢？放。走。先炒藕丝啊。对。因为藕丝硬。然后呢？不要着急，不要激动。好。来点生抽，倒一点点。好嘞，就是让它染点色啊。然后呢，盐。哇，厨神都是直接上手的。对，让我们杭州人呢还会撒点糖。哦，是的，不会太多，这样才好吃啊。醋，来了。哦，吃这么多醋啊。哦，完了，是果果爱吃醋还是泡泡爱吃醋？我是特别爱吃醋。亲呐，不烫吗？不烫啊。亲呐，不烫吗？不烫啊。回家吃饭的厨房第一次来了，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成了大厨。好，有没有鸡精呢？有啊。最后再撒一点鸡精吧。太太的调味品喊大家回家吃饭，同样呢，太太的调味品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你就能知道今天红果果绿泡泡做的第一道菜，土豆王子和藕片公主在一起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啊？不好吃别怪我啊。过了。咱们也要美观嘛，对不对？好了。来。怎么样？还是可以的吧？哎，好像貌似还不错啊。亲爱的大厨，你先尝尝这，先代替大家品尝一下啊。好，必须我要看一下。怎么样？快哭了。真的特别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没说话之前有两种解读，一种是太好吃，一种实在太难吃了，到底是哪一种？但凡有一碗米饭，我就下去了。还凑合吧。这个菜最大的好就在于啊，你不知道吃的是什么。就是你觉得土豆丝儿，不对，藕丝儿，不对，土豆丝儿，藕丝儿，在这个纠结当中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特别好吃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一种感觉。你俩自己吃吧。哎，别，你们都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了，我不敢吃了。没有，那我觉得挺好吃的，特别好。
一直有一个好奇，嗯，你俩为什么叫这名字呀？就是这个名字呢，它不是那么具象，又比较容易被小朋友接受。对，红颜色、绿颜色都是他们认知颜色当中首先要接触的。嗯、还有呢，红果果和绿泡泡的特点是什么呢？都是圆形的。嗯，也是小朋友来说非常安全的。你看我今天给你们做的这个也是圆形的。我特别爱吃蘑菇。我是不吃香菇。那比如说丈母娘就做了一份香菇，你就吃掉。好痛苦啊！那也要吃掉。那会儿你会怎么样啊？一脸痛苦。简单吃上一口，好妈，我吃饱了，谢谢。哦，原来都是这样的，是吗？喜欢吃清蒸的还是油炸的？油炸的香啊，下饭。对。清人家不是观众一看电视台这些怎么能天天都要下饭，伙食那么差、啊、不是因为我们常常吃盒饭，对，所以呢什么菜都得下饭，是我去拿肉馅儿、啊、其实清蒸更养生一些，对对吧，但是油炸呢确实就是哎要不咱们啊是吧，你看这些肉馅儿都已经哇好棒好了，你看就放冰箱里好嘞，这蘑菇的这个腿儿哈，啊、哦、给它压一下，哇人家的刀工，轻轻。哦，果果是杭州人。对，我们杭州人吃东西是很讲究的哈。是的。撒了点糖。撒了点糖，但是我们是要把这个放在这个肉馅里头。哦，鲜味甜味就在肉里头。浸润在里面。我们是做饭，这是烹饪。对对对对。这是美食。啊，对。放进来，放一点儿卡特勒酱油。哎。是这个吧？是的，好，不浪费，这样就正好，嗯、是吧？哎，你家果果太会过了，职业习惯，打一鸡蛋清在里头，哇，哦，就这么轻易的把蛋清打出来了，对，回去练练哈，来，你来拌，哎，好，拌总可以吧？小朋友们肯定很爱吃黑芝麻是吧？啊，还有黑芝麻，这就高级了。高级了，再来一点白芝麻，哦，还有白芝麻，再放一点点胡椒，哦。我那个菜就是幼儿园水平。好了，拌着啊。好。好了。好。接下来你们两个要做一个手工。嗯。哦。如果爱吃肉呢，就把它多酿一点肉。嗯。哎，你俩是怎么当了少儿节目主持人呢？参加那个全国少儿频道主持人大赛。对。泡泡，你是学什么的？我是学音乐的。嗯，好了一会儿啊，好，要歌声伴着蘑菇酿，这就哎，后来参加完那个比赛之后就手牵手了、嗯、比赛之后呢这个结果没有出来，嗯，但是呢制片人就是通过录像带的时候觉得哎我们俩特别适合，这个搭档搭档，那我们俩就见面了，哦，这就是我搭档，失望吗？好，有点失望的感觉。没有没有，回去以后我妈问，哎，你的搭档长什么样？嗯，那时候哎呀，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说妈长得有点像苏有朋。像谁？像谁？苏有朋。苏有朋，他那个时候就瘦嘛，然后呢？亲，我再次的懂得了什么叫情人眼里出有朋。苏有朋，情人眼里出有朋，情人眼里有有朋。相聚，我妈说啊，这差距有点大。啊，真的说这话了？这从来不知道啊。那下次回去做香菇，我可不忍着了啊！不爱吃就是不吃啊。就是稍微要等它稍微定一下形，你才能给它翻个过。没错，把这个肉炸熟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炸酿蘑菇啊，这看着香。有一个那个大厨教了我一个办法，嗯、他说如果你觉得炸东西的时候嫌这个油温高了，嗯，你又想加点味儿，有一个办法哦，就是你拿一根生的大葱拿到里头炸，它本身就能把这个油温降低，然后那个葱香又炸进去了。哦。就让它这个更好熟。对对。需不需要什么切点菜摆盘一下？哎，你来摆盘。这是一个融合菜。太好看了，菜就不用上了，直接剁。姐姐可以拿这个筷子一个一个的摆放，是吧？嗯、对，剩下的油做拌面的。太好。太棒了。哇。晶莹剔透啊，好，摆盘的上，哎呀，好，好，真好看。经过你俩这么一摆盘吧，这个菜好高级啊，我觉得好高档。
不卖个20块钱都不行了。这麻纸啊，一个二十。对，一个啊，对，一个二十。就这样了。哎，果果和泡泡来了，我们的菜就上升到了五星级饭店水准了。我从来没见过我们这儿有这么好看的菜，不舍得吃了，吃个蓝莓吧。别，我特别想吃这个酿。蓝莓是作为这个对压腻压腻点缀用的，烫啊。那我先吃。我得拿筷子了。当心，哎，好，谢谢。烫，宝贝儿。怎么样？就是这个蘑菇吧，特别的香脆，一咬下去，那个汁啊就爆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哇、啊，就像在咬葡萄一样，啪就爆开，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当果果把这一长段话都说完的时候啊，他其实这个早咽下去了，而现在说实在的，我拿手拿这蘑菇都烫。还觉得烫。你怎么把它咽下去的呀？因为真的很好吃。这时候要用一首歌来形容的话，你会想到什么歌？我的太阳是吗？说好的，你得唱着歌吃，这就是你心中的太阳。可以。我的太阳实在太美味，现在我就要把你吃下去。吃吧。当我们的这个酿蘑菇配上我的太阳这样的咏叹调，这是西餐厅的水准。这里还是回家吃饭的厨房吗？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研究。研究。你怎么追他的呀？那必须得不能让他看出来。你们俩分别最受不了对方的一件事情，请写下来。绝对吃不了，他绝对不会。丈母娘做的我也吃不了。你只能把我想成丈母娘了。小雅姐姐，我带了一些家乡的特产来。哇，这个认识吗？龙井茶，没错，而且是明前龙井茶，我妈妈特地寄过来的。哎呀，谢谢妈妈。要不要？你这要给我们沏茶呀？对，要不要贤惠了？要不要尝一下？把茶叶放进去，这个水呢，就是要70度到80度之间。哎，这个刚好。好，差不多。这是果果妈妈特地从杭州给她快递来的明前龙井，尝一下。谢谢。很清甜，是不是？按照小雅姐的一句话，绵长。茶一般不容易销魂，但是可以绵长。对。说起这个龙井茶，不如我露一手。哎呀，杭州名菜。猜一猜，嗨，龙井虾仁儿，龙井虾仁儿，对，你没做过呀？没做过，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嘛？请吧，大厨。好，我大厨，我先把虾拿出来。你对你媳妇儿今天这个成功率有多少把握呀？我觉得应该是100%的失败的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就是因为，确实没有底，因为第一次做嘛。哎呀，不是我自夸，我觉得我个人啊，做饭还是蛮有天赋的。是的。啊，那倒是。好。哎，我们行、啊、好，没事。我们吃虾的时候，那个虾背肯定得开一下，然后把里面的虾线取下来。No. 啊，这一挖。对。你家泡泡啊，你在干活的时候，他深情的一直看着你的双手。他只能深情的看着我，因为他别的什么都不会做。我深情的看着虾，我也想等着吃。然后来要什么？要把这个虾再洗一下，因为虾很腥气嘛。我来吧。非常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对。哎，你俩在家谁洗菜呀？那当然是我啦。真的？因为他洗完之后，这个菜就没法吃了，劲儿太大了。对。
但是他洗碗还行啊，我洗碗，洗碗还行，洗碗还行。我有轻微的强迫症。对对对，我一个碗洗三遍。哎，我接下来想来一点料酒，也会更鲜啊。对，然后呢，需要一些鸡蛋清。对。这个有请我们的高手，强项，这个真是。我回家我就练这一个功夫，下次来我就验收。哇！鼓掌，此处有掌声啊！姐姐，我不知道放多少，一勺够了吧？再来点一点点盐，就是加点黄酒啊，盐、生粉还有鸡蛋清，然后给虾呢搅拌一下，按摩，对，按摩一下。哎，我觉得你俩吧，虽说泡泡跟那旁边站着，但是他情深意切，眉目传情的鼓励着果果。你俩当时怎么就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了？最主要是一开始就是工作当中，是吧？对。对他照顾啊。我是怎么适合当老公呢？就是有一回我们录像录得特别晚，都快半夜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已经连录三天了，我简直累得不行不行了，然后发烧了，39度多。你想，我一个人在大北京。当时欲哭无泪啊，还在演播室呢，他就一直陪着我来到了医院，然后医生就觉得，哎呀，你男朋友这么好啊，就是熬夜一直陪着我，第二天又是送粥啊什么的，然后又送我回家。你都没看出来他有别的想法吗？没有。那必须得不能让他看出来，不能让他有所察觉。我觉得就是纯同事关系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作为一个搭档哈、真不容易啊、挺好，差不多了，现在我们就可以下油锅。哎，热锅，我到了啊，到吧，你喊停啊。哦，好，哦，够了。好，这个龙井虾仁为什么叫龙井虾仁？它是有个故事的。想当年啊，这个乾隆皇帝啊，下江南，来到了杭州。然后呢，下雨了，怎么得躲呀？然后呢，就躲到了一个农妇的家中。然后那个农妇呢，一看，哎。来了一位贵人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是乾隆皇帝，就给他泡了一杯龙井茶，好客人，我们杭州人好客呢，这位先生您，请品尝一下啊，我们杭州的龙井茶，避避雨啊，不错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哎呀，那来点吧，然后这位农妇呢就送了一包龙井茶叶给乾隆皇帝，然后乾隆皇帝呢就把这包。这个龙井茶呢带回了行宫，然后呢让厨房去给它泡，结果厨师呢在炒大虾仁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把龙井茶水倒进去了，炒完之后呢有一股清香，清香，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动作，实在不像是清香，龙井虾仁就出来了，应运而生，意外的收获，装给乾隆皇帝吃，一吃，皇帝一吃啊，天哪，其他的虾仁不要了，宫里边全改成了，这么好吃的这个虾仁呢。所以呢，他在这个龙井村啊，点了18棵绿茶树。原来这18棵玉树是为了炒虾仁点的。这个我确实是不知道啊。这只是个传说。我觉得你俩太好玩了哈，特别像相声演员。对，一捧哏一个逗。生活当中两口子呀，就是捧哏和逗哏。对。就得互相接着。对，互相捧着，没错。当然，偶尔互相也可以炒一炒啊，对，就像炒虾仁一样。你俩掐过架吗？哎呀，掐呀，打是亲，骂是爱呀，是不是？你俩掐的最凶的时候，没事。基本都没有动手啊，但是也有偶尔摔个小东西、小道具的时候。差不多红了之后呢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虾仁先盛出来。有没有闻到黄酒的香味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对，一会儿我再放啊。这个也主要是为了应对现在这茶酒驾比较严，你知道吗？那黄酒放少了，他说主要是茶酒驾比较严。行啊，你这是虾仁汤啊。对，是不是倒多了？没事，就是用这个汤汁给它收干也可以嘛。你的料酒啥时候放？现在就可以放了，因为我觉得虾不能煮太老哈。嗯。都倒进去啊。对，你问谁呢？要不要加点糖？加糖应该更好吃，但是加了一点点啊。哇，我觉得好香啊，有没有？这次我闻到了料酒的味儿了，是吧？酒够了。好，差不多了。汤不能要，给你拿个漏勺要不？哎，可以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、大朋友们，红果果做的龙井虾仁要用漏勺来炒。来吧。这又是一道南北结合的菜，把饺子这种方式融入其中。尝一尝。谢谢。好像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发发散了。
没熟是吗？熟了吗？你对你媳妇儿今天这个成功率有多少把握呀？应该是100%的失败率。熟了吗？发自内心。嗯，炒完之后呢，有一股清香，清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回味无穷，有没有？绵长，绵长，绵长，销魂。加点黄酒、盐、生粉，还有鸡蛋清，然后给虾呢搅拌。我觉得看您对这个杭州的美食应该说如数家珍，很了解啊。就露一手吧。爱吃鱼不？爱吃啊。我把你的汤借来用一用啊。那会是什么菜？对呀、啊、火锅啊。哎，你帮我煎一下。好嘞，把鱼拿着。哦，哇，这鱼好肥啊。嗯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有香菇。嗨，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。哎呀，我太爱香菇了，太爱香菇了，多放点香菇啊。啊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一个不爱吃香菇，还有一个是苦瓜，对不对？苦瓜我是绝对吃不了，他绝对不会。丈母娘做的我也吃不了。面对这一碗香菇，你只能把我想成丈母娘了。送嫂无根。放一点点料酒，哎，一小勺盐，够吗？在我手上。哦，这吧。嗯。哦。好。来一点点葱。哎呀，这刀法。铺在上头。哦。来两片姜。生姜。铺在旁边，既然是南方的鱼，咱也弄点小香葱吧。小香葱，对，只要它的味儿。哦，好嘞，点火蒸上。好，蒸好。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鸡蛋黄吗？对、啊，也别浪费，浪费、哦。对，再来一个鸡蛋。给你俩一个任务，拿鸡蛋来，土豆小王子，这是厨房里的任何一项任务对我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哎，那你俩现在谁做饭呢？婆婆。哎呀，有这么个好婆婆，有这么一个好丈母娘，真幸福。那我在想，婆婆肯定特想让你们赶紧有个孩子哈。今年正准备开始。正在准备。哎呦，那你说泡泡和果果的孩子，那得叫个果泡。嗯，泡果。我想过了，男孩叫龙井，女孩叫牡丹。哎呦，这连鱼都不愿意，鱼都停不下去。好吧，我 pass 掉了，我不这么叫。抖、啊、哎，我觉得特别好，牡丹龙井最好是生个双胞胎。可以，牡丹龙井都有了。行、嗯、压力太大了。嗯，咱现在这个火腿肠吧，不用吃太多，就一点就行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好了，小料都齐了。每次这个小艾姐姐做的都是大菜。对，主要是有那个观摩之前你的那个来有对比啊。一二三，走。好了。好。观摩鱼。不错。嗯。哎，我做这个鱼羹啊，跟别人做有点不一样。哦。我喜欢把这些东西稍微炒一下。果果，帮我把这个锅里头倒点开水。好。咕咚咕咚倒小半锅。哎，你俩今天晚饭就在这儿吃了啊。没问题。没问题呀、啊。果果，把你剩的那个龙井放到这个里头。对，你那个茶水我觉得特珍贵。哇哦。走。走。走你。好。你看这个鱼羹。不一样。那是不一样。高级了。哇，
真好看。不爱吃那香菇吗？这样稍微过一下油哈。稍微能遮盖一点味道。对，它就会香。然后在这个里头放点胡椒，放一点胡椒。其实我挺喜欢吃加胡椒的东西。对，没错。其实像他就比较喜欢，因为有胡辣汤嘛，河南，对吧？对，真的特别好，还是很不错的，特别好喝。对，这个哈就要把这个鱼皮拿下来。哦，鱼皮都不要了。这种鱼羹里头呢，鱼皮显得腥嘛。水开了？哦，开了。哦，放个鸡蛋先进去，有一点蛋花。哦，但是不能太多。哦。再借用你的龙井茶啊，这已经是龙井酒了。这是，来一点。是要拌这个鱼吗？不拌。哦，到锅里。倒进去。这个是两道杭州名菜的结合呀。对。这个菜你愿意吃的浓一点，你就多放点芡粉；你要不愿意吃的浓，你就少放点芡粉。把这个炒过的这个放进去。好。开火下鱼，把这鱼蒸过的鱼放在里头，搅拌一下，煮着吧。闻着就特别香。今天呢，我拿了笔和纸，小朋友们要考试吗？作为一个主考官出身的人，好不容易考别人一回，是不会放过机会的。各自两边啊，默契指数啊，请写下丈母娘啊，或者是婆婆的生日。啊，有人有些许犹豫，请亮题板。中国好儿媳啊，这个太厉害。12月18号，那边呢？7月几号呢？啊，这个咱不能跟人说的太多，个人信息我不想跟泄露的太多。7月份哦，巨蟹座。丈母娘。看看你这女婿，就因为您割了香菇啊！对，来，这一趴你胜。第二题，你们俩分别最受不了对方的一件事情，请写下来。对。鱼羹好了啊，吃鱼羹，根据你们答题的速度。太慢，哎呀，这也是一种表扬，说明我比较稳定。沉稳。对。我看看你的。No。没有。他本来想写。你的缺点就是你没有缺点。对，哇，好感动哦。好了，我们的鱼羹好了，但是还有一道题。还有一道题，来。泡泡，你最喜欢红果果改变哪一点？我知道了。要不我直接说吧，我觉得他有时候有点毛糙，就是我就希望他做什么事儿稍微的细心一点，认真一点。我挺认真的呀。我怎么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特像你爹？对，他平时就是像爸爸一样，有点像。哦，好多人说他好累啊，将来有孩子的话，他得养两个孩子，一个是我们家。对，我们上次出差，郑海霞姐姐坐在饭桌上，泡泡，你太累了呀！啊，我说怎么了？现在就带一个孩子，将来你还得带一个孩子，你多累。你将来还得带俩呢，龙井和牡丹的，龙井牡丹果果。哎呀，我拉扯三个孩子也不容易。不容易啊！来来来，喝一碗汤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第一碗宋嫂鱼羹，先给你。哇，怎么就变样了？哎，谢谢。这太正宗了吧？由于你老公希望你细致一点，所以给你一个小勺。好的。好细致的呀。由于我不是一个细致的人，我就自己把大勺留着。太太的调味品，喊你回家喝宋嫂鱼羹。同样呢，太太的调味品也提醒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你就知道楼外楼的宋嫂鱼羹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做的。哇，相当不错。这个确实不错，这绝对是大厨的水平啊。而且这个香菇我也是特别能够接受的，它这个比例。一个不爱吃香菇，还有一个是苦瓜。丈母娘做的我也吃不了。面对这一碗香菇，你只能把我想成丈母娘了。当宋嫂鱼羹遇到了龙井虾仁，就是杭州味道，太像杭州女婿说的话了。
这个杭州美食，有点想家了。哎呀，我也想去。嗯，咱们相约一下吧。开春好。行。啊，一定就这么定了啊。嗯，对。去梅家坞吃农家乐，没问题。对，我觉得杭州就是很多的小馆都做的特别特别好。对，古诗就说了嘛，“忆江南，最忆是杭州。”来干。干。来姐。